是的，亲爱的主，谢谢你创造我们，赏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感到最荣幸的事，我们可以蒙神的拣选，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一无挂虑的来到主你的施恩座前，把一切属世的一切的残累、一切的重担都卸在你面前。我们要在你面前单单要来敬拜你，单单要来爱慕你，单单要来与主能够连结，让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用真实的敬拜在你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让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二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弟兄姐妹平安，平安。神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倚靠，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他。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新西安敬拜团。台语来唱这首诗歌。
永永永的真，要光荣一生，要高华大功，平安就算你一生的战争，用在一片土，那是也够光阴的一生。当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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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也够光阴的一生，那是也够光阴的一生，也够光阴的。我的光明灯，也照我的心，让生命一起，如家的真实，成为生命的人，那是耶和华心之一生。当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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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耶和华，天天都赞美，那是耶和华的，当哈利路亚。当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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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耶和华，耶路撒冷，那是耶和华的名声。当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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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耶和华。主要因为你是耶和华，你是独一的真神。主要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屈膝向你下拜。主要你配得一切尊崇赞美和爱戴。主要谢谢你，你是医治我们的主。主要我们知道我们一切软弱都可以在主里得到刚强。主要我们一切的疾病在主里要得到全然的医治。主，你让我们天天站立在你面前，但你是在我们前头领路的主。主啊，你是在我们所站之地要树立旌旗的主，你是率领我们征战得胜的主。主啊，帮助我们愿意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敬拜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天天来传扬你奇妙的作为，天天来述说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奇事。主啊，差遣我们成为一个能够传扬、能够述说的见证人。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一块土地还有许多人需要你。主啊，让我们可以进到他们当中。主，让我们可以奉差遣进到他们当中。主啊，求主你洁净这块土地，洁净我们的身心灵，好让我们成为配得服侍你的仆人。主啊，引导我们洁净这块土地，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奋勇征战的精兵，让我们领受恩典，不白白领受，让我们领受恩典，为要多做主工。谢谢主，这样祷告，就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心，燃烧我们的心，来去走着你，带着祷告。
这天要跳舞下夜的感觉，最近这天都不知要来临，不畏惧，不畏惧，黑暗却是父神，主愿你来洁净这块土地，主愿这块土地乃是你所创造，乃是你所爱的。主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跨出福音的脚步。主啊，或许宣教就离我们不远，或许就是我们的邻居，或许就是我们的朋友。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能够对灵魂有负担。主让我们勇敢跨出去，真的不畏惧那黑暗的权势。主让你的名在这一块土地上得到荣耀，主啊，因为你本是荣耀的神，你本是那一位荣耀的父，主，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主，让我们在敬拜当中，主，让我们再一次，主，真的是再一次体会，主啊，你的旨意要临到这一块土地，主，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好，献诗我们请安提亚诗班，那他们要献的诗歌是万物受造崇拜主。
以下是读经的时间，那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约翰福音20章21节。好，那今天的经文只有一节，所以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念，请。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好，那今天的题目是差遣的教会，我们先把时间交给高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儿我们再次聚会。我相信每一次你都要期待，你期待你生命来见我们的荣耀神，不是只有兴奋而已，一定是每一次得着这样神特别给你的恩典，你每一次回去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每一次都要不一样。特别是今天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我想昨天有参加这个宣教之夜的人都能够感觉到，哇，眼光一直打开一直打开，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其实在生命里面这是一个眺望，这是一个在生命里面有人这样走过，生命果然亮起来，因为神在引导。我们盼望在今天早上这样的宣教的一个议题跟生命里面的邀请，再一次借着主日敬拜，特别是主日敬拜，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那今天的讲员是以前我在华神的同学杜明达牧师，那整个过程里面昨天有参与的就比较明白，那这个他去台中圣堂可以说把一个很老的一个教会已经老化了，但整个翻过来，不但翻过来，而且成为一个最有活力的，不但有活力，而且分享了台中很多很多的教会，成为很多教会的一个帮助。那今天早上听到很多的一个分享，我也期待我们教会也能够成为台南市很多教会，很多教会的分享，甚至超越这一切。我们有这样的期待心来听，我们生命就会更有力量，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每个人跟旁边说，睁开你的眼睛，好不好？打开，睁开眼睛，打开你的耳朵，来亢奋你的心情。好，我们预备要领受今天的信息，好不好？跟旁边讲，我们好预备今天领受今天的信息，再讲一次。然后我们来拍手今天的讲员，好不好？让我们杜明达牧师来跟我们来分享的时候，也带着期待的心。大家平安。很开心来到台南圣教会，是我们好同学明智牧师的教会，第一次来到这个漂亮的礼拜堂，非常的开心，也为我们有这么好的教会来感谢。昨天大家一听见说我们台南圣教会很棒啊，很好啊，就做一个动作说耶，我们教会很好啊，跟你旁边说我们教会很棒啊，耶耶，哇，我们教会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哇，真的很棒啊，非常非常的好，而且真的以我们同学以我们教会为荣。昨天晚上我们有一起分享到有关于这个宣教，那就谈一谈我们怎么样的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里面，我们一起来往前努力。那我们就提到说马太福音28章跟我们谈到有很多的族群，说你要使万民 all nations， 它原来的意思是每一个族群，每一个 ethnics， 每一个族群。所以呢，我们看族群不单是在世界上有不同的族群，而且在我们城市里面就有很多族群了，跟我们可能不一样，那我们需要用一个跨域的角度去进到他们中间，那我们就可以，而这个进到他们中间的意思就是一个叫做 send 差遣，因为离开我们的舒适带要进到他们中间去，所以这是一个讲到进到一个族群当中。那另外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里面就跟我们讲到说，你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代表说我们有一个地方，我们需要一个一个怎么样
去跨越。那个跨越本身，圣经上讲的那是一个 end， 就代表说，当我在耶路撒冷，比如说台南是我们的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我们同时间我们要看见地级的需要，这是同时要做的，同时和就是一起同时要做的，就代表我们不可以分开，不可以说我这个做完再做那里。所以有人说，哎呀，我们台南就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跑这么远干什么？这个说法跟你旁边说不符合圣经的，跟你旁边说这个说法不符合圣经。不太喜欢讲，我知道，我以前也不太喜欢讲的，就是觉得，哎，不是很对吗？为什么啊？若是你这样想哈，163年前玛雅各来台湾，那个时候英国，那个时候加拿大，马街从加拿大来，他们那个时候都信耶稣了吗？没有，还是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如果这个理论的话，台湾今天就听不见福音，阿们吗？就听不见福音。好，所以我想，那个理论按照圣经解释错的，所以不能那样说。好，所以这个理论我相信不会存在在台南圣教会的，因为这是很棒的教会。好，台东慈圣堂以前有，这里不会有的。感谢主。所以我们相信圣经上讲的话，我们就要去做，阿们吗？哎，主说什么叫爱耶稣？爱耶稣不仅是敬拜，爱耶稣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要蒙福，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什么是爱耶稣呢？就有了我的命令，确定是主的命令，而且呢就遵守的，要去做，要去 implement， 要去做出来的，这才是我们主的命令。不要我们欣赏主的命令，不是叫我们同意，主的命令不需要我们检视，主的命令要我们确认之后要去怎么样？ Obey， 遵守。不遵守我欣赏是不太有用的，阿们吗？所以有人讲完道可能会跟高牧师跟我们讲说，哎呀，谢谢你啊，你讲的道我真的觉得很好啊，我们听起来就很高兴，哇，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说哪里哪里，其实说啊，真的不错，你听的是对的。但其实传道人不需要这么快就高兴，因为我们不希望他欣赏而已，他需要怎样？他需要怎样？如果你不做，你欣赏100遍，我都不开心，同意吗？同意吗？同意吗？跟你旁边人讲说，神的话要去做的。OK， 所以传道人也是很容易被骗的。你说我讲的好，我就已经哇，一切疲劳都没有了。我就被你骗了，因为你还没有做。所以我们要去做哈。OK，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稍微用自己的圣经来谈一谈，主对他的教会有一个盼望。什么盼望呢？刚我们读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就这样跟我们说的啊，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Thank you。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他的意思就是说，天父怎样差遣了我，所以我也怎样差遣你。他的英文在 King James 里面说的 ，As the Father sent me, even so I now send you。他说，过去天父怎么差我，所以我今天在这里。他用过去式或是用完成式都好。他说过去天父怎么，我的父怎么差遣了我，他说因为这样关系，我更甚，我更加的说我现在要差遣你。他用的是 S-E-N-D， 现在是 I 说 now， I now send you。 所以昨天我们说哇，昨天晚来很多了，最后我给一个呼召说，若是神呼召你的话，你就愿意去的人请你举起手来。若是神呼召你，因为还没有讲今天的，所以我就讲若是。讲完今天你就知道，其实不是若是，不是假如神呼召你。这边讲什么？耶稣说父差遣了我，我就
差遣你，请问有没有人今天你觉得你被耶稣差遣了？有没有？有吗？耶稣有没有差遣你？有没有？根据这段圣经，有吗？有吗？有没有人觉得，哦，好像不多 的感觉？我们再读一遍这些经文。我们再念一遍，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怎么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请问 再问一遍，你觉得耶稣有差遣你的 请举手。哎，多了一点啊，感谢主。好，我们还可以再念一遍，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左右要公平啊。再念一遍，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来，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请问你觉得耶稣差遣你的请举手。哇，差不多全部了。原来圣经要念三遍。哇，这个是讲得不错，很清楚啊，蛮简单的中文。他说父怎样差遣我也照样差遣你。有没有可能你说，哎，你差遣我都没有问我的，你怎么没有问我啊？耶稣没有问我就差我了，有没有？他没有问你，有没有问你？根本没有问我们嘛，就差我们，有没有道理？这太没有道理。青年人说，今天什么时代？今天是后现代主义时代，你怎么可以不问我？年轻人最讨厌不问我就叫我做，没征求我同意。请问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有没有征求我们同意啊？没有啊，那你还觉得不错不是吗？为什么差遣我们就要征求我同意呢？其实这代表什么？生命中的使命，使命在生命里面，生命没有使命，生命就是浪费。阿们吗？生命没有使命就浪费。你有没有看过一些人生当中不知道为什么活的人？看过没有？有没有看过？有，电视上看过，有人说有，就在我家就有啊。吃饱不晓得干什么，生命没有使命就是浪费吗？照样耶稣说，他其实不是强迫我们，是祝福我们的生命。阿们吗？是祝福我们生命，就代表说我们说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让我活在你的旨意里面。主说我讲了。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差遣，所以我们要确认一件事情，旧约在以赛亚的时代里面，以赛亚的时代里面跟今天时代是不一样。我们大部分都用旧约的时代来呼召，说主啊，我们就问会众说，有没有谁你愿意的，你愿意为主的亲力举手？大部分都小毛两三只，总有人每一次呼召都会举手。为什么呢？因为不举手蛮难看的，然后让牧师舒服一点，他就会举手，就好像说我们一起开声祷告，完了有人领我们祷告，总是那几个人，一片寂静，就开始有人祷告了，就发现就是最支持牧师的那种人，因为不然怪怪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就看到哇，上帝在圣殿里面说，有谁肯问我去，我可以差遣谁呢？一片寂静，有一个好人叫做以赛亚。就没有人回应嘛？哦，我在这里，父啊，请差遣我，因为不然天父太难看了。就是很少人啊，但新约呢？新约不一样了，新约是 everyone 每一个人，同意吗？所以新约不要问，你不用再问我有没有被差遣，因为圣经上说我已怎么样？差遣我们，他已经差遣我们，都被主差遣。若是我们已经都被主差遣了，要问什么问题？对，什么？去哪里？跟你旁边说，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带着生命使命要去影响谁？谁是你要影响的对象？谁是你的邻舍要去帮助的？在台南有吗？这是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哪一些族群是我们要去帮助的？礼拜天你愿意去哪里？平常你愿意去哪里帮助别人？
你们教会很好啊，有的时候会差遣人家，差遣小组礼拜天去帮助啊，哇，棒得不得了。有没有可能多点人去啊，去帮助别人，可以吗？好，然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跟我们讲说，地理位置从耶路撒冷，有没有可能主差遣你离开台南？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吗？好，离开台南，拿去哪里呢？澳洲New Zealand 我们昨天讲过 ABC 吗？听过吗？听过吗？所以知道这就自己去，阿们吗？教会要猜你要去哪里啊？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啊？啊 ？A 还 B 还是 C 啊？红色是什么？对，那最需要的是什么？哇，你们这边有 A 吗？哇，Alpha 啊，就 A 啊，所以 A 世界是很需要的，所以有没有可能从台南被拆到需要的地方去？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吗？有可能吗？当然有啊，因为父可能会差遣我们嘛。你说会不会太远？请问耶稣从天来到地比较远，还是你从这里去地极比较远？哪一个差异比较大？所以有人说耶稣是第一个宣教士是对的，所以我想我们是可以试试看，阿们吗？所以昨天举手的是对的，没有举手今天就知道其实也是应该举手了，因为举不举手其实主都猜我们了。好，所以上帝的旨意是不需要你同意的，是需要我们去遵守的，当然最好我们是同意了比较好一点。 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稍微看看这个下面的投影片。好，差遣的观念是新约教会的观念，差遣的观念。那这个观念呢，跟旧约教会观念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稍微有一点图来说明一下。旧约教会观念叫向心性 centripetal， 好，新约教会观念有点离心性 centrifugal， 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向心性的意思迈向中心，好像这个图一样。你手可以借我吗？可以借我吗？多动动，不会五十肩这样。好，它就是好像一个漩涡一样，从外向内来转。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来，转转转转转转转到中间，漩涡对不对？洗衣服那些漩涡，来来来，转转转转转转中间，这是迈向中心。旧约，新约呢是远离中心的，是离心性的，从中间出去，有没有？从中间来，想想，转转转转转转出去。有没有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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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出去？你可以有声音讲，咻咻咻咻咻咻咻，会吗？一边来，再一边来，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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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不错啊，他转很好啊，好，那这是不同的，叫远离中心的，远离中心的。你说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旧约当中啊，事实上核心是以色列国，核心是以色列国，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各国。对他们而言是没有福音，是没有上帝，没有律法的，是没有圣殿的。那以色列国是有的，相对于世界上其他的各国家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若想得到福音，你若想得着救恩，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应该来到以色列国，你就会得到了。你要来到这里，你要来到这里，你要来到这里，你要来，你要来。OK， 我们来念这段经文，以赛亚书第二章三节，来，请。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言语必出于……耶、yeah, ，为什么？因为训诲在哪里？耶和华言语在哪里？”所以你不去就没有，对不对？为什么你没有？因为你不去。所以世界上就有一个人叫做示巴女王，有没有听过吗？示巴女王就很聪明，有没有？她跑去哪里？她跑去耶路撒冷，因为她以前都听说，有没有？哇，一去看所罗门王的圣殿，听他的训诲，就说：哇，我以前只是听说，现在发现我听说的还不如现场看到的一半呢，有没有？
还不到一半呢。我以前听说台南圣教会来了之后，发现哇，更厉害，哈哈哈哈，来就看到了。旧约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核心就在那里，所以拥有福音、拥有恩典、拥有上帝的是不要动的，没有的要怎么样？要殷勤的跑，你不跑来，对不起，你就没有。谁叫你不来？这旧约。新约呢？哎，新约的核心就是教会，阿门吗？因为我们有福音，我们有恩典，对不对？我们有圣经，我们有神的言语，对不对？阿门吗？对吧？对不对？相对于世界上其他的各国家、各民族没有福音的怎么办呢？那种人没有福音怎么办呢？身上怎么说？去，谁要去？哎，变了，不同了，变成教会要去，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念，来，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纪的末了。谁要去？有福音的要去，阿们吗？有福音的要去，好像耶稣基督就他从天就到世界上来一样。所以这段福音讲怎么样？他说，所以你们要去，英文是 therefore go， 阿们吗？去去去，跟你旁边说去，再跟你 后面的人讲说 go， 阿们吗？跟你的头脑说去，跟你的脚说 go， 阿们吗？要去啊，因为我们有，所以我们要去影响别人，把福音带去。去到哪里？去到没有的地方，你要去。圣经上说，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应该是这样的，旧约跟新约应该是这样。阿们吗？同意吗？所以我们应该去吗？应该要去，是不是？应该要去哈。所以我们是要去努力的，努力要去的，去就发生很多神迹奇事的。那我跟各位讲一讲，我们每一年都有短宣队，我们到海外异文化的短宣，那都发生很多奇妙的事情，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病得医治，有很多这个瘸腿会行走，耳聋会听见，病就好起来，发烧在躺在床上，好像耶稣为彼得岳母祷告一样，都起不来的，几天都起不来，一祷告完就起来了。好，一祷告完就好了，那就起来了。瘸腿的拐杖都不要，他就起来走路了，真的。好，哇，真的很奇妙，因为主跟我们讲嘛，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哦，还有碰见很多很奇怪。那我们有一次，我们有一个那、短宣队到孟加拉，那几年前去孟加拉，是孟加拉各位知道很穷，常常会淹水。每几年就一次淹一次大水，哇！那次他们去探访的，正好是那次去刚好淹水，他们探访要划船出去的，还好我们有台中公园有练过，好，练过划船出去探访，因为道路都是水了，就划船探访，哇！而且外面都是贫民区啊，贫民窟啊，哇！很多穷人啊，那个真的很惨啊，哇！水稍稍退了，我们就去看他们，他们同工去看他们，他们要分组，牧师又不在，只是一个小组长带着两个弟兄，他们就去了。去到一个地方，你知道我们这种外国人来，人家都以为我们很厉害，都是神人，知道吗？都以为我们什么都会，其实哪里呢？我们很普通的人啊，就去。可是他们就觉得要把一些有问题的带来，说请为我们祷告。好啊，好啊，祷告祷告，就有一个妈妈就带了一个小孩子来。那个小孩子发现抱在手中奄奄一息，因为那里没有医疗，贫民区里面是没有医疗的，很惨的，很惨。那个小孩奄奄一息，一看他脖子上，哇，长了一根跟鸭蛋一样的瘤，很明显看到这么大瘤，你就知道。Maybe 可能就是问题，要为他祷告。我们的小组长跟两个同工说：“哎，这个教会都没有教会，这怎么做啊？这怎么祷告？祷告一个鸡蛋的瘤呢？也不知道怎么祷告，能不能不祷告？不能，你一定要怎么样？祷告，怎么祷告？至少会按手，对不对？就按手。可是是一个瘤啊，就觉得哎，按手要给他摸一摸，按一按，这样揉一揉。”然后就祷告，祷告，很努力祷告，因为很紧张，因为
不晓得该怎么办，只能用努力殷勤掩饰自己的紧张，就哇声音又很大呀，哇哇哇哇哇哇哇，其实越大声代表越紧张，知道吗？哇你很紧张很紧张，祷告其实也不知道祷告多么久，后来他们说差不多祷告半个小时以后，你有没有问人家祷告要祷告半小时的？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不敢停，因为停下来就要见真章，最好就不要停，拖久一点，所以喉咙要练好一点，这样。哇左按右按右按三下五下十下这样，突然间突然听到有人就啊就叫了，他们就为什么叫？因为你知道按很久之后，你手已经没有感觉了，阿门吗？你都不知道在干嘛了，因为你也感觉不到了，太久了感觉不到了，然后突然就叫，后来因为有翻译，就说刘不见了。他这翻译，他就说啊，刘不见了。他再看，一看，耶，那个刘不见了。他说哇，被我按进去了，被按进去了。可是他想，哎，不会啊，刘怎么会按进去呢？突然间，你知道那个小孩原来就奄奄一息了。突然间有想象一个人大梦初醒，好像白雪公主被国王被那个王子亲一下一样醒过来了，那小孩就醒过来一样，眼神啊精神啊好像就醒过来了，哇突然间就不一样，妈妈就哭啊，开心的不得了，整个那个家族就鼓掌，哇就叫啊，哇其实这三个人自己被吓坏了，快昏倒了，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个经验就让他们哇，隔两天他们就被，就他们又去到另外一家，那另外一家呢，因为这个关系他们已经有点出名了，难度就提升了，就带一个小孩来祷告，小孩一看，我说一看为什么祷告什么呢，小孩进来的时候就这样进来，我就发现他有一只脚天生那个 脚底板就是翻过来的，你有没有看过这种脚天生就翻过来的，那已经是小孩了，你知道小孩的骨头硬了没有，硬了吗？然后说请他们为他的脚祷告，他们说你有没有搞错，这什么祷告啊，那脚翻过来你知道吗，然后说天哪这什么脚啊，这怎么祷告，能不能不祷告，可不可以？不可以，人家以为你是神人，你知道吗？因为鸭蛋都可以被你按进去，这样。哇，就祷告，可他们只会一招是什么？按手跟什么样？揉，他们只会这招。这之前只有这招吗？又怎么样？要祷告多久？至少要半小时。又来了，哇呀呀呀！然后说这次更惨，这怎么祷告？我的天哪！又揉啊，祷告啊，三个人都拼了，哇哇哇哇！后来差不多半小时，他们想说再下去也不行啊，总要见真章，都没有人在叫了，因为蛋还可以按进去，这个看不出来怎么办？后来他们想说不行，这样下去也不得了、啊，也不行啊，总得要见真章。好了，就见真章了。你知道他的意思是说脚可以好吗？好什么意思呢？祷告完了，他们就说，组长就说，我们把脚翻过来看看。他就真的就想办法翻过来，你知道吗？他一翻就发现脚怎么样？可以动，不是整个人在转，是脚真正脚没有动，但脚那边可以翻过来。你知道，一可以动的时候，那个信心突然就冲就升起来了，哇，就直，然后把脚的脚底板往地上。砰放上去，你知道全部房屋里面的人都怎么样，哇大叫耶，哇这都疯狂一样，你知道脚给他弄好了，真的好了，下礼拜回来看见小孩子在操场上正常的在跑一样，自己都吓坏，你知道他们都吓坏，再次有第二次经验就觉得说哇神太奇妙啦，奇不奇妙？哎，其实也还好，因为死人都可以复活嘛，这有什么，只是我们没有经验，只是我们没有遇见过，只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做，
就是发生了，好不好玩？好，不太好玩，再讲一个。要不要去玩一玩？好不好？想去经历一下吗？我们就宣传说，台湾最有能力的教会，台南圣教会来啦！各位，疑难杂症都带出来。一个神人叫高敏智牧师。Ladies and gentlemen, let me present to you. 哇，他们这是吓坏自己了。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他们都不知道，真是太奇妙了！哇，他们这经历这种，哇，太激励他们了。你知道，还好牧师不在，组长做的，好不好？其实也不是一个人做，是大家做的，好不好啊？是谁做的？为什么？因为神说我就与你同在，直到……神有没有算话？上帝有没有算话？但问题是你要怎么样？去，你说为什么我们台湾看很少看到？为什么？也没有去嘛，阿门吗？去，耶、好不好玩？两年前，我们又有一个区牧带一群人到印尼，到印尼的小岛，到小岛山上，哇，都没有电的，但是山上可以收得到手机。结果他们在收手机，就我就收到一个简讯，他们传来说：“杜哥为我们祷告，哇，我们这里有巫师啊，就是巫术，你知道行巫术，各位知道吗？”他说：“什么叫行巫术呢？就是那种会放蛊的那一种啊，很可能就是弄一个小人插一个针把你插，又插一个，这样弄。”哇，他说很毒啊，为我们祷告啊，哇，我就回一个简讯给他说：“哇，感谢主啊，太好了，祝福你。”多放几只给你，多放几只给他们去玩。哇，哇，他们说祷告，后来回来跟我们讲说，哇，那个很怪异啊，他还会冒烟的，你知道吗？人会冒烟的那种。他说那个很毒啊，那种他会用针，然后那个人就是很胖，圣经上讲说耶稣医治那个人胖起来，那鼓气了一样，有没有？那种人一祷告就是。说回去，他说真的，就是那种很胖、就很不正常的这种胀了气一样的气球一样，我要祷告，人就嘘就会说了。他说看着他们自己都发麻，巫术真的有。然后呢，一祷告有人就吐啊，哇吐啊吐，突然哇吐出有针，你知道吗？就常常那种针吐出针来，我们同工都吓死了，好不好玩？感谢主。哎，神有没有说假的？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没有？有没有？我们同工很平安的回来，没有问题。要不要试试看？哎，奇怪，今天大家今天还非常安静。很好玩的，我们都是大人小孩一起去，有的小孩也去为人家祷告。哇，我们有一个姊妹，她从来在教会不为人家祷告的，也从来没有为人家祷告。到菲律宾去布道完了，那些村民因为是天主教的背景，他们都很习惯被人家祷告，很多疾病的人就排了，然后牧师说要祷告都过来。哇，就很多人排队，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一排的人，你知道吗？那个姊妹说我在教会都不会这样做的，我从来没做过，她就吓死了。然后有人为她祷告，其实语言又不通，英文又不通，不晓得该怎么办，就不会看人家怎么办，就闭眼睛举手啊，她一举手这样啊，就突然间听到蹦一声，哟，一张开，哎，前面倒下去了，哟，怎么倒了啦？没碰他就倒下去了，他就突然间大胆起来了，就开始哇，一个祷告，一个祷告，一个祷告，哇，哎，不错啊，就可以训练信心啊。在这里哈，一个比一个厉害，所以你都比较自己觉得不厉害，好，去那边你就最厉害，阿门吗？在这里大家都亮，就比亮。咸就比咸，就盐巴比咸，所以你就觉得自己不够咸，因为这边很多很厉害的，你出去你就最厉害，好不好？你就可以发挥了，阿们吗？阿们吗？我跟你讲，
音乐人才到你们中间都很普通，出去都很厉害，因为大家都很厉害。出去发现耶就很厉害，你就有机会发挥了，好不好啊？可以吗？给你旁边说 Go Go， 好不好玩啊？去试试看哈。好，对不起，这个理论东西就不讲了啦，好不好？说旧约什么有地理上的位置啊，城市啊，圣殿啦、啊，祭司制度啊，特定崇拜制度啊，像机构的礼仪啊，新约是没有的。新约没有地理上的位置，没有城市，没有圣殿，没有特定。就是新约当中，其实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讲说，敬拜不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是吗？心灵跟诚实，我们也不是圣殿，这也不是圣殿，明白吗？只是漂亮的聚会的场所，不能叫圣殿。圣殿所有的木头都要包什么？包金子，对不对？盖好第一天，第二天回来就发现木头都不见了，连政府的盖水沟的盖都会不见，何况你们这包金的木头呢？所以这聚会地方了哈。那其实新约是这样哈。那君士坦丁，各位知道早期教会跟君士坦丁以后的教会是变的。君士坦丁以后的教会就是教会败坏，好。那早期的教会是没有奉献与神的神圣建筑物。他的领导是功能性 functional leader， 不是案例，不是什么东西，是草根性分散的运动，是很基层的，用群体性的聚餐做圣餐，宣教是道成肉身差遣式的教会，初期教会就是这样子，所以传福音传得非常非常的快。但君士坦丁以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以后呢，就改变了，把建筑物成为教会的意念跟经验的中心，意思就是说，所有我们大部分的宗教的行为都在建筑物里面完成，离开建筑物就没有了。离开聚会就没有，领导是机构所案例的神职人员，领导及架构呢是主要是机构性跟官僚性，官僚性中就是用权力，越来越多机构化的圣礼吸引人来的教会，是叫人来，但新约说 therefore go， 出去你才能够 make disciple， 来不一定，出去才可以 make disciple， 因为 disciple 要 depend， 要门徒要依靠圣灵，阿们吗？要依靠耶稣。越来比较依靠我们人，好跟做法，那这是 不太一样的，很多的就啊，所以旧约是外邦人要进入神的同在，好，新约是基督徒要将神的同在带入人群当中，我们是叫做移动的圣殿 ，mobile temple， 啊，我们是移动的圣殿，好，然后我们的使命是将神的同在带进这个世界万邦，好，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说的，所以做主同在的见证，好。这个世界你会发现有很多惊人的增长，世界人口过去来讲增长 1.6， 但是呢 统计灵恩的教会增长 7.3， 福音派教会增长 5.7， 都很高的，那天主教增长 1.2， 伊斯兰教增长 2.7， 主要就是生育率高。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就是讲到回教很会生孩子，我们台湾 生育率全世界最低，对不对？好，法国人他们生育率真的很低啊，但是法国里面的回教徒生育率非常非常高，所以那个影片讲到说，不久以后欧洲就会变成回教州，会变成回教州啊，所以他们很会生，平均在也门的人一个家庭平均生8到10个，你会赢他吗？生都生输了呢，啊，所以台湾生育率很低是很糟糕的事，对不对？没看过那个影片吗？有机会给你们看一看哈。那 OK， 这边我们就 OK， 这个昨天有看过了哈。现在教会的增长亚洲最高，阿们吗？亚洲最高，不是美洲啦，是亚洲最高，亚洲最高啊。我们也在亚洲里面，中国也是，所以增长很多。印尼基督徒的比例25%到30%，好，所以亚洲现在是全世界增长最多，就是亚洲。我们复习一下，对不对 ？OK， 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口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呢，中国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地方，每一天超过10000个人信耶稣，啊，统计估计超过10000人以上的人信耶稣，好，还记得这个图吗 ？A B C 的图记得吗？从福音看世界，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框框里面是我们福音初级的目的核心，啊，靶心就在这里，所以那是 A 世界福音未到的世界，然后呢，这是伊斯兰的世界，记得吗？所以谈到，好，我们大多数的未得之地都是什么？回教徒，
所以我们现在要注意回教徒、印度，还有一些中南半岛的一些佛教地方要注意。好，然后这些好 ，OK， 差不多了。好，好，我们还记得这些哈。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好，我想这个东西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要给各位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就提到说差遣的教会，而这个影片有吗？各位同工有吗？有吗？那个影片啊，那影片完了。好，那影片你看那个字幕稍微看快一点，讲到福音进到我们华人的历史，那给我们一些鼓励，稍微看一下好不好？看完我们就要结束，时间的关系，来，我们就放影片。好，所以差遣的教会，我们要去。你可以看这个去是给我们的华人有很多恩典，可以放吗？Dramatic lives commingled with joy and grief, light and darkness, glory and failure. They left Europe, America, and Australia and headed for the most remote regions of ancient inland China, determined to particularly reach peasants, minorities, and women and children. Many of them never saw their homelands and loved ones again.They were rewarded with little else but suffering, loneliness, and even martyrdom. But despite the hardships, they continued to fulfill their ultimate mission, bringing the love of Jesus Christ to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Chinese people. They were fired with the love that conquers all. A history of mission. Okay.好像从头了，可以吗？很快就出来了，好东西需要等待的。Missionaries to China that deserves eternal commemoration. It is more than a mere history, but how lives have been transformed by love.And the reforming power of faith as a sign of the times. A history of missionaries to China that deserves eternal commemoration. It is more than a mere history, but how lives have been transformed by love and the reforming power of faith as a sign of the times. 这叫做爱在中国，因信进入世界，借爱表在人生。没关系，这样就可以了。Opium wars to the Taipei Rebellion, from revolutions to world wars. So many fascinating stories filled with faith and trials, love and rejection, dramatic lives commingled with joy and grief, light and darkness, glory and failure. They left Europe, America, and Australia and headed for the most remote regions of ancient inland China, determined to particularly reach peasants, minorities, and women and children. Many of them never saw their homelands and loved ones again. They were rewarded with little else but suffering, loneliness, and even martyrdom. But despite the hardships, they continue to fulfill their ultimate mission,
就将耶稣基督的爱带到千百万的华人当中。They were fired with the love that 这爱点燃他们的生命，具有征服一切的力量。One of the original forerunners of the movement was James Hudson Taylor. On March 1, 1854, after surviving a dangerous voyage of 156 days long, he finally landed in Shanghai. In order to spread the gospel, he chose to live simply and in close quarters with the Chinese, conforming to their cultural norms, dress, and living conditions.For this, he was held in great disdain and criticized by his own, as well as enduring attacks and bouts of aggression by the Chinese. But nothing could discourage his great love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He has since been hail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missionaries in Christian history. He accomplished in China what David Livingstone did in Africa and William Carey in India. He founde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in 1865, which attracted thousands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from many denominations. Today, the CIM still continues its mission and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Protestant missions in the world to date.After 5 decades of service, Hudson Taylor passed his last days in China and was buried by the Yangtze River beside his beloved wife Maria and their four young children who tragically passed before him. Today, the throng of millions of Chinese people trace their spiritual heritage to the life and dedication of Hudson Taylor.It is therefore heartening to discover that his story did not end with his demise. His offspring continue living in China, serving the Chinese until this very day.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fifth generation of Hudson Taylor's descendants, Hudson Taylor IV, married a woman of Chinese heritage in Taiwan. So it is not just one man's story.But the story 而是关于一个家族对中国人的、对华人生生不息爱的故事。尤其因为它字幕比较小，有些长辈看不到里面的小孩。威廉·波顿这个百万富翁呢，是才华横溢的耶鲁大学毕业生。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舍弃百万财产，就来到了中国。甘心奉献给中国内地会，他就来到中国。再大声一点点。为了向中国的穆斯林传福音呢，他在去中国的途中先在埃及停留，学习阿拉伯文，但不幸他感染上脑膜炎。Within a month, the dreaded disease claimed the life of 25-year-old William Borden. Was Borden's life in vain? Prior to his death, Borden wrote words in the Bible. Under the original words, "No reserves and no retreats." He wrote the last words, "No regrets."如果耶稣基督是上帝，并为我而死，那么他为了他绝没有任何牺牲会是太大的。戴德生说：“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国人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弟兄姊妹，许多人过去已经前仆后继，不论在中国大陆，不论在台湾，我们才有福音可以听。简直世界上有许多人也是这样，正在等候。弟兄姊妹，我们都被主差遣，你愿意回应主说，主，我也是被你差遣的，不论你带领我去哪里，就是要到地极，我也愿意。有没有这样弟兄姊妹，你愿意回应主说，主，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不论你差遣我去哪里，因为我知道我被差遣了，你差遣我去哪里我都愿意去，甚至到回教世界里面去，到孟加拉，因为你要与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愿意吗？到印度去，你愿意吗？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呢？愿意的好不好，今天举起你的手来说，主，我在这里，因为我知道我被差遣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愿意吗？请放下。天父，我们献上感谢，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都做你的门徒，求主使用我们。谢谢耶稣为我们教会是一个差遣的教会，献上感谢，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回应，我们要请沙伦和女传道联合诗班，他们所要回应的诗歌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祷告，我们请高颂庆弟兄。
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主日能够再一次的聚集在你面前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邀请到杜明达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差遣的教会。主啊，真的是感谢你，主你来到这个世上，不只为我们，这样拯救了我们的生命，主啊，你也因此而改变了这个世界，你也给我们了新的命令，要我们，将我们你的福音传到地极，去改变世人的生命。主啊，感谢你这样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宝贵的福音在我们当中，主啊，也保守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是只有安于现状，不是只有享受这个世界，主啊，也帮助我们有更多的勇气以及更多的使命在我们心中，能够将活出主啊，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不一样的呼召，不一样的使命。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不论我们的境况如何，主啊，真的是给我们更多的勇气以及力量，去完成主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不同的呼召。主啊，感谢你，真的是不论境况，何等的困难，或者是何等的失落的时候，主啊，你也告诉我们，靠着人加给我们力量的，主啊，我们凡事都能做，真的是感谢你，保守我们等一下，散去的脚步都主你同在，以及我们奉上一点金钱，求主来悦纳，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阿门。颂荣复兴圣洁，弟兄姐妹请起立。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曾经说过，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生命属于你，一切旧事都已经过去，一切都是新的。
我们希望我们新的事情是你所喜悦的，是你亲自在引导我们。我们若说你，前面的道路一定都是你差遣的道路。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享受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用生命来喜乐来享受。纵然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确定一件事情，这是你所命定的，是你所命定的福。我们走在这其中，我们要欢喜快乐，并且很多人要从我们的欢喜快乐看见有神同在。我希望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果真的要做出来。这是我们感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你所赐下全人的医治在我们的身上，也借着我们在你面前所走道路，这样的医治要临到各处的人身上，也愿意我们在你面前看见国度的标杆。当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我们所得着力上加力跟恩上加恩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要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